Nop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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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恒时光。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， 对了，我们今天要来打火箭队了。嗯，好久没有打火箭队了。然后最近真的是蛮少遇到火箭队的、最近也不是最近很少啊，是真的有点少。我讲什么干的话啊？那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阵容啊。为什么每次都给我派请假王啊？啊，就这三只，我看他讲的话好像。超能力系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拿二系的来打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他派来的任务的是催眠木偶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派这种怪，打我打我都不痛不痒啊！下一只，哦，隐梦魔人欸，不过也还好啊，攻击力也不高，就只是 CP 有点不太对劲而已。这 CP 都不太正常啊！好，死了，接下来第三只，好不好？快速解决啊！啊，这个咬碎送给他，就差不多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有啊，开玩笑的，我还要下一集啊！好，狙狙，这么快啊？这么快？你认真？这么快啊！输人又输阵，老样子五百星辰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七颗球，遭遇的宝可梦会是哦，隐梦魔人欸，终于不是第一只催眠墨了。OK， 我们等他攻击。避免又跟上一次发生一样的状况。OK， 有这边 SN 丢得很准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 ，OK， 到手了。想不到丢 SN 丢一下子就中了、啊，检查一下他 IV 好不好？好，就算 IV 不好，我也要给他进化一下，赚一下那个任务。好，来看一下他 CP 变多少啊？1424，还可以啊，好不好？至少那数据好像都变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面一位啦。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位是睡觉小神哦，那也是我平常蛮喜欢转的一个补给站。那我们来看看他会派什么样的阵容。哎呦，好。我们二话不说，蒂亚卢卡，我们马上给他派上去，好不好？不跟你啰嗦的，
哼哎呦，地下路卡找到了，这边排一下利空座。我找找看啊。哎，再拍一个火系的好了。我看一下跳，哎，这只，哎，这只还不错。我们放西多兰恩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帅气的 pose 啊？这次他派出了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他太小了，看不到啊。他派出什么？小拉达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他到底派什么？哇，这蒂亚卢卡太大只了，看不到啊，完全看不到他派什么。等一下，我第一只不是死掉，为什么我蒂亚卢卡就耗半滴血了？好啦，送你流星群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可以知道流星群多恐怖了。哎，等一下漏掉一发 ，Great 而已，不过还是让他死啊。最后一只是妙花花，攻击也好像不怎么高吧。好，最后送他一个流星群啦。OK。怎样？秒杀欸！蒂亚卢卡残血获胜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500星辰的这个奖励。好，又是500星辰，一样是7颗球。好，进入捕捉画面，怎么是妙种子啊？我难道第一只就瞄到种子哦？我还想说是什么嘞？OK， 这边 nice， 就随便丢丢。哎呦，跑出来了！不愧是御三家，这么会跑。哎，等一下我丢错了。啊，算了，反正也是照样可以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抓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IB 怎么样。还可以啦，不过我们还是把它进化一下。便宜的我都进化好不好？还不是进化，贵的我就考虑看看。好啦，看一下进化一下 IB 变怎么样。哦，还可以欸，两个数值都满了。好啦，那么今天视频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观众，我是 Brown， 那么就下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